好，现场的各位来宾、各位与会的朋友，大家早安。好，大家早安。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年度的第一场与民有约渔业施政巡回座谈会。那现在呢，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司仪，由蔡天祥蔡检阅记者来担任，谢谢。各位，咱大家吼，先拍破我一下哈。来欢迎咱在座的各位吼，今仔日半工来到咱这个所在啦吼，感谢大家。啊，咱上台先啊来欢迎今仔日的贵宾。那我也那唱着咱的迄落贵宾的名吼，拜托啊大家那个会唱一下啦吼。咱首先是咱的立法委员陈敖珀陈敖珀陈委员。啊，咱迄落的所有议会咱的蔡万良理事长，蔡理事长。啊，咱的总干事。陈春生陈总干事啊，过来是咱的水产试验所陈君如陈所长，哦是是的哈，过来是咱迄落宜兰县议会议员林基山林议员，佮再来是咱中华民国对外合作协会的执行长。张正兴张执行长，咱宜兰渔民权益协会理事长吴宏玉吴理事长，搁咱的总干事哪到位吼？李元忠李总干事，咱宜兰咱的钓棍的协会，咱的总干事林新川林总干事后边呀吼，搁来是咱顶地邦协会总干事陈正兴陈总签名可能还袂入来吼，欢迎啊！咱的迄落迄三马青山渔业理事长詹金乐詹理事长，伊代理的王初芬王小姐吼，过来是咱宜兰鳝鱼协会的理事长陈万福陈理事长，咱全国渔会咱的陈树金咱的陈秘书。过来是咱的另外，咱一个尊董吼，因两个受咱今日要甲颁奖的这个金片虎66号的尊主吼，咱黄玉芳黄尊主，啊，搁咱尊长的牵手吼，尊长廖志清的牵手林慧婷，嘿，多谢。咱以上是咱今仔日的来宾吼，啊，若有无介绍到，咱事后咱再搁来继续哦。啊，是的，阮咱宜兰农业处的孔立和孔处长吼来。最后是阮家己渔业署的农委会的这个行政团队吼，今仔日由咱农委会副主任委员陈添修来副主任委员来率队来。佮再来是咱的渔业署的署长。张志兴，张署长，伊有过来是阮的国土的组长啦，吼，在场。佮再来，咱后一个节目吼是请咱的副主任委员吼，甲咱讲几句话，咱拍拍个欢迎一下，咱陈添修陈副主任委员。咱立委，咱陈敖珀立委，啊，咱拄啊基山啊议员在座，咱地主，咱迄个理事长吼，啊，春生啊可能较等下落来，啊，佮咱哦，咱处长，咱康立和处长，还有我们水事所的团队，包括我们所长渔业署的同仁，渔业署署长哦，张署长。阮渔业署来可能来差不多一二十个啦，吼，包括农委会，啊，各位贵宾，各位八大团体的理事长、总干事，各位咱媒体朋友，大家好早吼，今仔日就是讲有这机会，这本来就是进前农委会主任委员直直咧交代，因为伊可能有去一挂迄个渔村啦，还是讲农村。有听到一挂个讯息，因为拄拄咱
咱渔会甲农会都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有必要甲农委会也是渔业署这方面渔业各种的这个政策，爱予大家一个了解。哦，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当然，嘛都爱听大家意见甲反映。我拄啊入来时，迄个理事长提一份，已经有会诊一寡迄个问题啦，吼。这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讲，你遮嘛要感谢，就是讲，咱土海人吼，实在讲真辛苦啦。咱古早你讲讲远亲不如近邻，土海人本来就是有一个合作的精神，你海上就是有一个合作的精神，不管是发生什么急难，还是讲你海上有看到什么任何的这个大体啊，啥咱拢有一个这个精神，就是必须爱去做处理，啊个救援。所以今天在這裡，咱永裕新是你1809年12月30日的时阵发生这个代志吼，经过咱真济单位包括咱行政单位啊、渔会吼，啊，佮咱包括咱一挂船啊、附近的船啊，大家有安尼一个合作，主要就是讲咱所有只有只船啊吼，咱。永裕新是18号嘛，吼，这边家就是讲，咱本来有几多只啦，咱所有是其中是这个金庆湖66号，咱的迄个经营者就是黄一群吼，咱黄一峰哦，迄个镇内因后生吼，另外就是咱的迄个廖船长吼，今仔日刚好他是回来了吼，就是船。已经在那个港口哈，你家就是讲要甲感谢一个，就是因为确实因为你迄个区域内底38度，风应实在是真大，很不简单哈，有法度安尼来发挥这个救人的这个精神哦，所以你家嘛要代表所有哦，咱不管是农委也好，还是全国的这渔业界，爱来甲感谢一个，甲表扬一个，讲一家说多谢哦，讲就是。有法度安尼来甲咱吼渔民斗阵，吼，所以伫遮我想咱时间宝贵，咱等诶时阵，当然一寡政策爱互大家知影，啊，甲大家即个意见来反映吼，咱是毋是下一个就是进行我们热烈的给这个两位这个义行吼，可嘉咱来甲表扬一下安尼，好。邀请即个咱黄船主交即个廖船长因诶家属来。来，请上台。黄船主哈，啊，搁咱属来请处长来甲咱颁予迄落个咱的船长太太。来，单位员请。来，理事长，咱大家拍拍啊，感谢一下，感谢咱黄玉芳黄船主哈。过来是咱的廖志清廖的牵手哈，咱这个廖太太，咱拜托咱司长甲。颁奖一下，来，咱破瓜哥来吹一下。来，咱最后个个破瓜先个鼓励一下，多谢咱的黄玉芳、黄船主吼，甲咱的廖志清、廖船长，这个。大力的帮忙啊！感谢咱各位长官吼，多谢来再次破声个吹嘞，多谢感谢，多谢咱副主席请就坐。是，啊，今嘛咱看咱邀请咱等后壁等委员来甲咱讲几句话，来欢迎一下。欢迎咱渔民的老朋友，行政院农委会陈副主委，咱的渔业署张署长，咱的
这个陈所长啊，康处长，啊，咱大家长吼，蔡官员，蔡理事长，啊，以及咱所有的渔民团体理事长、总干事，啊，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啊，今日呢，我特别呢，先来参加，等下赶去台北，继续开会。啊，我转来遮呢，有一点的、几点的感受哈，要少少的机会，甲大家做一报告。咱渔民啊，这个海上讨生活非常的辛苦、辛劳，嘛充满着危险。啊，但是头拄啊，咱的陈副主委伫讲吼，咱来团结合作，咱大家互相来扶持啦吼。啊，拄着困难，咱共同来面对。啊，咱嘛发现着讲过去个即嘛，咱中央甲咱宜兰县政府嘛好，对咱所有区议会、咱渔民朋友，咱做真侪代志。我想借这机会呢，我嘛爱甲大家报告。就我做立委以后呢，咱中央真侪渔业署长以上，拢来咱遮伫这个所在吼，开过真侪渔业座谈。啊，各位所提出的问题呢，嘛拢有要求因一一来解决。啊，咱看到咱所有即马虽然国际上的环境愈来对咱愈不利，渔业资源嘛较像影无遐尼好年迄、那个渔冬吼。予咱台湾来渔民能当掠得好，较好。但是咱渔业的技术，吼，渔民福利呢，渔民的需要呢，咱政府嘛一直来面对来解决。所以大家看会到吼，这个政府其实讲也是不但是要保护咱渔民的，保障咱渔民的权益，更加嘛要创造咱渔民的收益，吼。所以这两方面呢，咱来思考一挂问题的时阵，咱看到讲，过去咱所区会提出来几个案，咱即马第一拍卖市场呢，即马嘛已经当时的时间面临得完成啊。第三拍卖市场呢，咱会拄到问题，嘛经过开几个会，我拢请我的特助吼来开会，即马嘛已经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咱南望有断桥咱嘛工程嘛讨论真济过啊。我知影是至少八遍吼，包括咱的政府除了咱渔业署、咱公共工程委员会、咱吴泽成主委嘛，拢都来主持，好嘛，一直来协调解决。咱渔民含伊法令的规定，咱三海里部分的，咱即嘛政府嘛定一个方案，讲一个宽容值，甲咱超速共款差不多10%左右，会当予咱大家吼，卖讲伫边缘都受到处分，有一个劝导作用。一直拢伫解决这個问题咱宜兰县呢这个近海远洋呢，咱拢有伫做所以平常时的这个问题处理，甲面对面的这个沟通真重要我是立法委员我是爱监督中央来支持来要求来做好所以我时间的问题，我无一直来面对，但是我感觉讲爱。站到渔民做伙，才能解决渔民的问题。所以今天这种座谈会是很重要，我也一再要求我们渔业署要来定期要来做这个面对面的不管是渔业政策、渔民的问题都能做一个解决我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报告我们现在副署长开始注意做以后他做署长的时候就很关心他又内行的我们的老朋友，所以我相信在他的监督之下这个带领之下，咱种种困难呢，会当一一解决。咱的冷链系统吼，即马已经提出来吼，咱主委顶个嘛讲真肯定咱的计划吼，要甲咱支持冷链系统嘛，希望讲咱农委会啊重视这个冷链系统的建立吼，是不是今年来做？未来咱这个所有港内底吼，咱变成。宜兰另一个转运中心，即观光的发展，甲咱南澳啊，即拢甲咱渔民的生活相拢相关啦吼。即拢需要相关部门，包括交通部包括即、這个交通的单位嘿，民间的团体同齐来拍拼。这方面呢，我会继续来做这個桥梁吼。多谢咱县政府康处长吼，即、這个伊嘛算内行的吼，伫农业单位当足久个吼。咱我相信咱只要合作吼，一旦解决真侪问题再一次呢对两位表示感谢吼，
这个发生这不幸事故，当真艰苦哦。啊，第一时间哦，是讲的哦，那么看到政府拢伫关心伫处理啦吼，啊，都种种的问题啊，咱拢一直就行过来吼。啊，最近那么感觉讲啊，咱公共安全的问题吼，泰鲁格事件，前两年2018十月二日，咱普悠玛事件伫咱所发生，哦，这就是咱这时代啊共同问题，生活便利哦，但是嘛。公安若做无好吼，真会引起真侪诶，这个重大诶，这意外事件吼。所以咱嘛爱更加珍惜咱这个环境吼，把环境搞好，啊，每一个人将伊本分工作甲做好。我相信这個社会搁安全，啊，国家嘛搁安全。啊，多谢咱各界今日参与，多谢大家，谢谢。来，咱陈老平陈委员，多谢。上落去，咱有一个感，咱好，咱邀请咱的地主吼，咱的理事长，区议会理事长蔡理事长蔡元良理事长来请，拍拍我鼓励一下。谢谢。咱的好朋友吼，咱的副主委陈天秀，咱的渔业署署长和咱的张署长，还有我们陈欧婆吼，立法委员。还有在座的长官，在座的贵宾，还有渔业团体，还有一些船长哈，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渔业的政策到底要不要检讨？我们上下有没有一心？很主席目前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拢委屈在心肝底，但是所有的渔业政策、渔业的代志一箩筐欠工。搁再来就是疫情的关系，引起着在船啊入港的时阵，拢爱隔离14天，哦，自我管理。啊，你来看讲有需要无需要，哦，这个大家在思考。今仔渔业政策，就是要听咱这的渔业团体，咱这的船长，到底要听恁讲话，哦，啊，唔是讲哦，做要听我讲话。哦，啊！你遮我爱感谢着咱渔业署，吼、哦、啊！咱的农委会这边的长官啊，对地方的这个支持，吼、哦、啊个建设，吼、哦、啊！你遮我啊感谢咱啊，哦啊，加咱的署长，吼、哦，今仔日有恁来达，阮遮今仔日来遮都听出阮的这个心声，吼、哦！你遮深深一直讲感谢恁，谢谢。渔署。我希望甲你讲，今仔日一定爱听咱遮渔民朋友的心声。啊，第三就是讲，不管是农委会也好，渔业署也好，爱拢爱一上下一心，爱来彻底解决遮代志。啊无吼，大家吼心情真歹，因为即个鱼仔价嘛无好。你看去年鱼仔价3分减一分，遮渔民。无人无工人，他出工，无他趁钱。你讲继续落去要安怎创？哦，啊，我希望甲员工在做遮吼，今仔日我也莫讲伤济啦，拢互恁爱发言，互咱遮希望甲员工咱遮顶官会当听出着咱遮渔民朋友的心声。啊，主要本会所区议会这边有建议的6条吼，你遮吼啊。嘛，跟员工无讲无对的所在，甲希望跟员工咱这渔业团体哦，啊，甲咱这船长哦，啊，补充一下呢。感谢各位，谢谢。蔡理事长哦，多谢，感谢，请回座。上来咱伫意见交流进程吼，阮渔业署准备一个迄落干部啦吼，甲大家介绍一下。今仔日干部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湾牛的，第二部分是烟景海。湾牛的部分哦，就是我来甲大家报告哈。湾牛的部分有三项代志要甲大家报告。第一个就是讲咱法令的执行吼，要安怎让伊较有春秋咧啦吼。第二项就是讲咱聘请这个外籍的渔工吼，要安怎更加做个较顺适咧。第三项就是讲咱交国外合作的时阵，咱这个申请的手续吼，要甲做一个简化呢。咱还会记得六冬前啊，这个澳洲人民，讲咱的渔船啊，伫海里的掠鱼啊，拢无照起工，甲咱举一个红牌，讲咱的鱼啊，袂使袂去澳洲人民。迄阵，咱的
我认为产业400亿的这个预算吼，迄阵讲有问题，有危机啦，讲国际上可能会出问题。好在，在咱大家拍拼三当半以来吼，就甲伫这个三当半内底这个时间吼，就甲这个500亿出掉。唔过出掉，咱即马欧洲联盟也是时常来交咱渔业署、交咱农委会咧会议哦，所以这个危机随时拢要搁伫咧。第二项是咱这个美国啊，伫去年的9月，甲咱列入一个叫做强迫劳动的这个名单内底。意思讲，咱对这个劳工吼，对这个外籍的渔工有一挂问题，什么问题？小概公司的问题，这个船工伫船顶休困有够无？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薪水因了了交整无？这是三个问题。所以咱过去，咱台湾差不多这三年来卖美国的机会，差不多有22亿的台票啦。即马若去学列入这个强迫劳动的这个，咱这22亿要卖去美国，就会出问题。所以为着要医护咱这的企业主员啦，甲对这的无守规矩的咱这的人吼，该有一个处罚，咱有定一个挽留的条例，主要是讲对这的违法的人吼，违规的人有该不止啊大的处分，几十万啦、几百万啦、上千万的也有啦，甚至额外搁甲伊吊销的也有啦。啊，大家咧话讲，哦，这安尼罚则重吼，这实在我那有一挂人挡袂掉安尼啦。即嘛吼，咱渔业署咧按算讲要安怎，甲一挂违反即个行政定数的即个案件吼，会当有一挂春秋哦。比如讲，咱转载还是下鱼的时阵，拢爱申请日期嘛吼，那无照迄个日期差几工啊，可能得去学温处罚安尼。啊，即嘛咱就这部分吼，是毋是来看讲安怎有一个啊春秋咧？第二项较常看到的，咱的船啊会去到人的外国人的海域内底，啊，这个到底去到人的海域内底，这个情形严重成到安怎？咱我即马有一个准则，予伊是毋是看有一个啊春秋无？佮再来第二个，咱拄啊有讲到是这个外籍渔工的问题，是要安怎予伊大家做好较矫正呢？即马咱若咧请的时阵，船主啦，交迄个小家公司，拢有当面甲遐船工讲个好势。你来阮船仔顶做工课，有啥物义务，有啥物权利，拢讲个清楚，而且有录影。啊，即马咱要去做个较好嘞，是安怎？咱拢纳薪水予伊嘛，纳薪水予伊迄个薪水单，即马拢爱甲做个好势。第二个，伊做工课，做偌济工课，哎，伫船仔顶休困偌济工课，咱拢甲记录好清楚，即后日啦是保护咱船东，啊嘛是对一个船工有一个保障啦。煞尾是即个咱我那有真侪船东吼去交外国申请合作嘛吼，去人个海域内底掠鱼。早前咱迄落即因若发即个准证互人个时阵，外国发落咱准证个时阵，拢差不多拢一档较济啦吼。啊，毋过伊一档吼，有诶是今年半档，啊，明年半档，啊，所以即吼伫即卖规定内底，是爱分做两届来甲咱渔业署申请即、這个会当去迄个合作诶所在掠鱼。啊，即卖吼咱家己改较感性咧，你毋免申请两届，今年你甲申请摕来申请了吼，因为要配合咱诶远洋准证诶关系，咱准远洋准证是1月到12月嘛吼，所以本来就拢爱。那跨当年都要阁申请一届，啊，即嘛唔免，你即第一档诶提来申请了吼，啊，第二档迄、那个半档诶迄个外国诶准证吼，你迄、那个，阮着主动来审查，啊，若通过，着甲你发啦，唔免阁传两届资料来申请两届诶意思啦。这是万年诶部分，啊，过来再来，咱来邀请咱渔政组诶咱迄个吴干林局长。鱼啊，好，讲着吼，来。在哪里 ？OK， 那个严俊海哈，110年哈，就是三个工作重点要跟大家报告哈。
来，第一个哈，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讲了哈，展现渔业的哈责任渔业了哈，然后减少废弃物了，然后维护海洋这个永续发展哈。但是这个都是口号哈，我咱基本上不讲哈，就是讲哎，咱尽量要安怎做，就是你一抗设战治区哈，然后改请渔民哈，改迄落渔具哈，那讲迄个外渔具啊，是迄个垃圾哈，然后炸回来。啊，过来就是迄个刺网哈，实名制。哈、哦，还个来是源头要来管理哈、哦。啊，加咧，咱即摆已经开始咧做诶哈、哦，就是讲第一类鱼港，第一类鱼港哈，甲、哦、第二类鱼港，咱已经有69个哈、哦，已经拢设置暂置区啊哈。然后过来垃圾哈，那是想讲咱渔民哈，你做嘅时阵哈，迄生活诶垃圾哈，安怎摕倒来哈、哦？啊，加特别爱要甲咱宜兰县政府甲渔会哈。拍拍手就是讲，你前两年吼，在渔港清洁吼评鉴的时阵吼，伊拢摕最优等吼，这是真好表现吼。尤其你这個，尤其你这暂置区吼，因的表现哦，拢是做领头羊的角色哈。啊，过来养殖，咱这边是说是较少了哈。养殖废弃物管理哈，这是有真侪差不多六个管区吼，你做哈。啊，渔业署吼是有差不多有50,000粒哈，50,000粒的补助哈。啊，这其实就是你讲吼，咱的迄个玻璃浪吼，会漂离啦吼，就是讲会造成海洋垃圾啦吼，会造成迄个塑胶微粒安尼吼。啊，这是重重点吼，今年吼，你对迄个刺网实名制吼，一出港吼，就是讲7月初一开始吼，一定爱做标示吼。啊，过来就是迄个流网吼，就是讲老湿气吼，啊是每年降为一度吼，一定爱通报报通报吼，会开单啦吼，来。OK， 啊，这为顶年开始吼，咱就开始去做宣导了哈，啊，广告哈，啊，过来就是地方访视座谈哈，啊，这多少是讲的哈，你无标识的哈，这就会罚款了哈，啊，每年正月哈无通报哈，嘛是袂使啊哈，那你流网那个网具流失哈，一定要通报。好，即卖就是讲标识哈，哎，为顶年开始就真无用哈，你各管区拢伫遐做说明哈。就是讲，咱的福祉吼，8公分以上的吼，拢爱做标识嘛吼。啊，若是较细吼，你来想办法吼，去甲迄个，就是用条啊、布条啊，是啥较做吼。啊，就是讲，渔业署为了这项工作吼，安尼你走总吼，各管区吼，这应该所长拢有参加啦吼。就是讲，拢去甲大家讲讲安怎标识吼，啊，连迄个油菜笔啦吼，啊是迄个标识的网具吼，拢头尾拢甲大家讲吼。啊，其实这个网具哦，就是头尾吼，拢爱做咱的 CT， 咱无爱改标起哩吼。啊，这个所在就是渔民老讲啦吼，啊，我那70公尺，我是要来标吼，啊，其实你就是头尾爱改标起哩吼。这就是吼，阮的经验啦吼，这有较真侪场吼，真侪渔民啦吼，也是讲安检所啦吼，给阮真侪的意见吼。啊，这要特别讲就是讲，咱这你当你改渔民，你讲改水时阵吼。啊，一有一个渔民，就是走落伊的船吼，把伊的鱼骨拢提起来吼，啊，甲大家吼，啊，真侪渔民当你讲啊，要哪用？当你反应的时阵吼，伊就提予大家看吼，伊表示予咱大家看，这是你头像吼，这是一个渔民吼，这敢那是所长嘛吼，我唔跳吼。啊，过来就是吼，这渔会啦吼，渔会人吼，就是接近渔民吼，直接把伊的船啊做表示吼，这个还有很多线啦吼。包括吼，即个中华吼，中华真好笑。我们去的时阵吼，基本上也无啥哩启动吼。到尾阮去吼，渔会甲海顺的吼，规个拢来吼。到尾渔会吼，甲县政府竟然讲啊，我恁的标识的迄个笔啦吼，拢摕来阮安检所啦吼。阮安检所吼，当时阵出港的时阵吼，阮来分互因安尼吼。所以讲咧，安检所吼非常的迄个积极哩协助这样代志啦吼。啊，这台中吼，为了这個。流网里流失吼，伊就讲啊，我流失是去用挂的，唔是我的啊，是讲安怎通报，到底是要甲谁通报吼？基本上这个通报无啥物问题吼。你若海上流失吼，你甲电台讲吼，电台嘛在场吼，迄间开会嘛在场。啊，过来就是讲迄个啊，无你就出港时阵甲，你港内吼，你就甲电台通报。啊，你若你港电台通报袂着，你入港甲安检所讲，讲你的船号，讲你的名，讲你的电话。安尼就 OK 啊，啊，管政府会去甲其他资料吼收集吼，啊，然后他们就建立群组吼，有三四个单位也不如设一个群组吼，
所以因当场我就设一个群组哈。啊，这是你林远呐哈，林远总干事非常的哈，非常的投入哈，伊一个人都拢规场拢伊咧讲啦哈。啊，我问讲啊，你即摆是有几个？我啊，无人咧做标示哈。伊讲不要紧，我抓一个哈，上介麻烦的哈，迄个来做标示，啊就 OK 啊嘿。这就是他的表现了哈。啊，即我咧讲苏俄哈，咱只宜兰哈，敢那69家哈，敢那有200几家的标哈，所以是毋是咱苏俄这边哈，爱较紧的哈？来，好，再讲第二阶段哈，就是迄个太监制度哈，这就是历史上你期待哈。啊，基本上阮咧顶年12月就甲即个哈建造许可甲合法准则咯，拢有改变哈。啊，上大诶三个重点吼，就是取机舱。其实即个太监准则吼，就是甲即个取机舱改善吼，这是国际一直伫讲吼，咱一定爱做吼。所以你只要取机舱吼，就免然后改善吼咧，免补太监吼。啊，个是老旧渔船吼，这100%，所以74%变100%吼。过来新增即个尾鱼延伸钓的即个名称吼。好，啊，啥叫做？取机舱安怎样啊用吼？就是新建船来讲吼，你就是。110，109年11月16号，你龙骨吼，龙骨安落去了吼，然后就是24公尺以上，还是24公尺的远洋渔船吼，你基本上你若是有迄、那个取气舱的改变吼，你就是符合这个吼，啊就会当免补足太监的迄个吨数吼。啊，咱即摆咧讲，这船型到底是甚物款啊？甚物款叫取气舱吼？吼，这就是两层吼，上甲板吼。啊，这个就是三层哈，这个部分哈。啊，那是迄个上甲板以上，这个是有突出去的哈，啊，这无突出去的哈，差不多是这个型啊，你就是免补足太监哈。好，这个是你讲啊，你若现成船呢，我毋是新建的呢，拄啊新建的是已经有两架船啦，吼，阮即摆已经有两架船，你申请已经用好啊哈。即摆若是现成船呢，你基本上你就是船爱安全哈。啊，就是球形手拉浮力箱吼，是安全性的，这满面包吨数吼。啊，你就是讲起来就是取机舱的数量吼，如船员室这吼，也是 OK 的吼。啊，你改造吼期间吼，你长官身吼，不管你安怎样走吼，你只要吼不要超过你原来的吼二分之一吼，这个都免补太监吨数吼。但是你若吨数你若增加吼，超过100吨以上吼，哦，这就有一个 OPRT 吼。咱爱符这个需求的要求吼，一定爱去加入哈。好，啊，即马来讲这流面试的部分哈。你若是老旧渔船哈，面试啊，唔免补太监啦哈。但是这个法定哈，是你顶年的12月15以后哈，属于延伸钓、尾延伸钓、尖尾尾网哈，啊，船龄25年哈，啊，总吨数 CD3以上哈，啊，再会使哈。啊，即马即有三架船吼，有三架船来申请啊。好，啊，上尾就是吼，你即个太监，即、這个法规你改的时阵吼，有增加一个尾延伸钓的种类啦吼。我拢讲完差不多啊，特别讲完啦，特别讲完啦吼，等我一下吼。来，延伸钓吼，咱即马就无分讲，是抓有尾鳍鲨还是无抓尾鳍鲨嘛吼。啊，即马有变更啊吼，就是讲希望大家吼。你12月19以后第一遍合法执照，还是你吼、哦、今年12月15以前吼、哦、来变更执照，就是请恁延伸钓的吼，啊来变更尾伸钓。你要抓这尾鳍鲨，你也来变更吼、哦。啊，你若超过这个时间，可能就是袂当啊吼。啊，你若抓变更成尾伸钓吼，你就符合吼、哦、国内吼、哦、跟国际的吼、哦、海域的吼、哦、一些相关规定吼、哦。啊，这即马有几只呢？敢那有300几只吼。哦600几只申请啊，哈。好，最后哈，等我一下哈。这个就是 AIS 的补助了哈。啊，这個、大家拢知影哈。以前哈，差不多有1000只，两年来哈，可能还不到1000只，较无人还不到1000只哈。啊，今年哈，在咱政府哈，大力哈，增加到4000只大申请哈。啊，每一只20000块。来补助，其实迄 AIS 这个补助吼，差不多嘛是这个钱吼，等于差不多就是全部啦吼。啊，大家嘛知影这免我解释吼，差不多是避碰这个功能啦吼。啊，阮嘛设补助要点，啊，其实即马
所有鱼尾已经申请，敢那是六十几只吼，有263只，敢那有六十几只已经申请补助啊吼，速度足紧吼，好，才有一个时间性吼。你要补助 AIS 吼，基本上鱼尾吼，你家鱼尾申请啦吼，啊，这简，迄个程序真简单啦，大家拢会晓做吼，这我就卖讲啊吼。但是有一点哦，恁哦5月底以前吼。CT3 以上要紧的吼，申请啊5月初一到5月31吼 ，CT3 以下吼要紧来登记吼，啊以后就是 CT3 以下的吼来做申请吼，啊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等下，就是咱于检机哈，啊，拄啊，迄落迄恁李处长拄啊，即马吼接落，我甲你清晰一下，你的问题即马做该处理，咱即马迄落意见交流的时间，啊，你拄啊的问题吼，第一个和你讲安尼好唔好？啊，互阮的时间吼先敲，甲伊啊敲一下，大概